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翔漾。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巅峰极速的第七集，今天这集我们要来玩的是组队练习赛的弯岸新干线高速内圈。等一下，我改一下，我刚忘记改了。组队练习赛哦。等一下，我改个东西。哎，玩错了，等一下。这个，对了，开始哦。然后今天我们开法拉利。法拉利好像红色的，在为那个现实中比较容易常看到吼。红色，对啊。可游戏它是黄色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感觉才像是稀有，对啊，是还蛮稀有的感觉。稀有，它传说的话应该是少少要用红色吧？嗯，至少要像角色一样吧？嗯，就感觉你都没有植物，还好吧？对我来讲，嗯。走咯，欸，可以嘛，你剩第三名啊，所以刚刚觉得是那个赛道的问题，那个赛道太难了。因为这个没有，可是这个甩尾的话你会甩得比较顺利一点。我之后在赛车场那个赛道甩得很最不顺利，所有地图中，然后甩其他的地方我都甩得还算蛮顺利的。哎，你怎么第四名？你怎么落后的？你车子是多少的？哦，哎，你第三名了，正常的。不想说奇怪，你车子看起来也可以啊，怎么会？哇，你的速度让我即刻加速。可是我发现，我不是安排两个熟练的吗？然后结果那两个熟练的根本没有到读熟练的，还是都被我超过。哎，你怎么超过我的？这么厉害！惨了，我变第四名了。我好好追上去了，我变第二名了。马来西亚一二名就是我们两个争的。第一名就在眼前。我今晚你看我第二名的车主。刚我真看不到你的车尾灯，刚还看得到的时候。你为什么跟那一台可以冲那么快？因为我们买的家具，哪里可以到？哎，我已经追上你了，你没赢多少。哎，我被第二名超过去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才53%而已，没关系的。好，多少人超班？我要超过你了，我要让你看不到我车尾的。你的胜利真是轻轻松松，对吧？我要来超过你了。没有距离吧？我地图看不到你了。我地图看不到你啊！我不要啊！打一下！不要啊！哎，我们很难，我们整队很可怕哎、欸！现在是16分比15分，哦，有啦，17分比14分了，就是那个组队的部分，他都有计分。那个电脑有时候太烂会变得很可怕。哎，第四名。你第三名不是吗？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整队会赢了，整队会赢就好了。欸，你第二名啊，不错嘛你。哇，抓那个遥控器，我们这个抓的时候不能遥控开加速。对啊，就是甩尾只能按一下，然后呢就马上按加速。所以我基本上后声音越来越少，就抓的比较快。我来了，哪有？明就差很远，我都快到了，我都98%嘞。
我赢了啦。那我换车好了。主要你换一台车好了。OK， 我们20-0大获全胜。哎，20-7哦，13。高车高手。23-16有啦有啦有啦，赢的算够啦。反正我们最终赢了就好了，没关系的。我想说不对啊，不可能那个王那个巅峰有20-0这种事啊。那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，我是3:32.137，哎，他是最佳单圈，没有啦，这个只有一圈一样啦，好没事。然后我那个博凯是3:39.748，差了8秒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这集先到这边。喜欢我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各位观众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